而四小时之前才刚刚以117-150输给没有 SGA 还他的30分的雷霆队，但是来到了7连胜的达拉斯家里面 ，Jason Tatum 这个 MVP 的大热门，手这么长，脚这么宽，请问怎么守？在一开始，绿衫军就取得了2位数字的领先。来看看当时取得单打，因为今天3分不准，只能拉开幅度。我们 highlight 是会骗人的，他其实今天打得很不好。请看看第二节 ，Grant Williams 转身上篮，小人物上篮也行啊。12分当中，10分得在上半场，在上半场双方的板凳得分差距27-2，太悬殊了。Doncic 换防打 Williams，yes。但是这个后撤步也是一个2分球，今天他23投只有7中而已，3分球更是6投0中。来看看 Tatum 单打 Doncic Let's Dance， 3夹都夹不住他。Jason Tatum 今天打的果然是 MVP 等级，请看看这个好像要收球的动作，结果一个 Gashenga 马上又把球给晃回来，左手上篮得分，今天写下了生涯第二次的大三元，29分，14个篮板加上14助攻。 Doncic 不敢投三分，因为真的超不准，6投0中，还是传出去好了，感谢你 Hardy 底角埋伏的3分球。但是达拉斯全场3分球才投进7个而已，命中率只有2成19。 Hardaway 投进了2颗3分球，但全场他也只投进这2颗而已，只得到8分。 Tatum 跟 Jaylen Brown 的合作埋伏到篮底下 and one， 双 J 合体在下半场得到了33分。 Tatum 投桃报李，这一次 Aliu 给Jaylen Brown 跳 Holy Song 啊！波士顿中场大胜了达拉斯独行侠队。